们今晚的启动仪式。的长官以及自由发挥已经来到圣诞树的前方，我们呢，请三位先将手放到我们的启动杆的上方，一起来跟我倒数三秒，我们即将要为今晚来做启动仪式。现场的朋友，请一起倒数。自由发挥，以及我们的吴总的带领之下，要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。